仇恨是有很多种的。北京的杨瑞喜，他唯独对挨打情有独钟，只要打过他的人，一律带他们下地狱。2012年，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啥意思了，就决定报仇，一口气儿杀了六个人。在法庭上呢，不但没有任何悔意，反而是当庭叫嚣，并且还带有不少遗憾。哎，就有的人就不知道，就知道就把他也给杀了。那小孩儿，他特别的啥的，就是感到可惜。给大家看一下照片，哎，就这小子，你瞅这样的，哎，这挺敦实是吧？你瞅着这姿态，他往那一坐起来，就这样的坐着，然后说话一口那个北京味儿，这个脾气一点不惯呢。他是1966年出生，哎，这个66年出生的人很多的，咱们这啥那个这些案犯里面，北京市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峪子村的。哎，这个平谷区是在北京那个边上，就是已经快出北京了，属于这个远郊啊。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其他的照片，看一下他正脸的吧。啊，这是侧脸的。哎，您瞅这照片是不是像那个胡文海？是不是挺像的？跟胡文海真挺像。然后你瞅瞅这皮肤黝黑，而且这肌肉啊啥的，这体格子挺好。你说他咋能总挨揍呢？因为他最恨的就是打过他的人啊。这老壮汉如果发起飙了，有一把子力气啊，农民是不是啊，他咋能动不动挨揍呢？关键原因是咋的，其实他个儿特别矮，咱看另一张照片就知道了。看到没有，你说这警察比他高多少？比他高整整一头多呀。他的身高只有1.6米，就是挺敦实矮胖这种。所以说吧，他这个就是打架的个人那个实力没那么啥，就是很多人就啥，因为个太矮，就这样，男的一个矮吧，别人就觉得你就不给你当回事儿，是不是啊？他这个一生中挨过几次打，也不是很严重，挨打次数也不多，但是呢，这些打他的人，他都是恨之入骨的。好，他家里边吧，上面是有两个哥哥，然后有两个姐姐。他是排行最小，按道理讲是说在家里头是那个老疙瘩，这肯定是啥，是那个最惯着的，对不对？但不是，因为他的父亲对他们采用的是暴力教育，如果不听话犯错了，然后就是狠揍一顿，甚至都给吊起来打呀，吊着一顿狠揍。然后呢，这个杨瑞喜他有个特点，他每次挨打的时候，他是不哭不喊不叫也不躲，怎么的，就是瞪眼睛，越打他越瞪着眼睛。怎么回事？他是恨，你打我，你等着的，我报复你。他一挨打就瞪眼珠子，气得咕咕的，在那会儿就这么的。然后他是1988年就结婚了，找了个老婆，结婚之后4个月就分家，不跟他父亲一起过了，因为他老爹那个从小就是没少 K 他，他也挺恨他老爹的，但是没法那个没法还手啊，你这玩意儿是不是啊？分家不一起过了，然后带着老婆两个人去了工地干活去。干活的时候吧，他尽量都不让他老婆干重活，重活全他自己来。你看他个不高，就蹲上，其实也挺有劲儿的。他给他老婆许下了一个承诺，哎，这承诺我跟你说的，你好好听听，就一句话，他跟他老婆说咱俩白手起家，以后咱们也住4合院。就这句话，他老婆记一辈子啊，就挺感动的。在当年吧，这话其实挺靠谱的，后来就是做梦了，对不对？你后来4合院哪个不得个几千万呢？最低几千万，贵的都得上亿，是不是啊？可是在那个88年的时候，4合院确实不那么值钱。他说努力的话，算是靠谱。所以说他老婆一直对他就是抱有很大的期望。两个人努力的打工赚钱，到1990年的时候，他们攒了8000块钱，然后就开始准备干自己的事业。什么呀？开小卖店。在他们村这个最东边开了一个小卖店，可是他们村最西边
也有一个小卖店，一人把一边。西边那个小卖店的店主，他名字叫张振义，比这个喜哥是大三岁啊。虽然说两个人是这个竞争关系，但是最开始吧，他俩关系还挺好，总一起出去进货去。哎，人家不是说同行是冤家，这俩人整的挺熟的，互相帮忙。可是到了1991年的一天，喜哥呢到城里面给那个张振义带了几条希尔顿，就是给他带的烟。随后吧，没想到这张振义就跟他说，说那什么这个烟钱呢，之前你不是那个欠我的酒钱吗，然后这几条烟钱就顶了。喜哥不认，说我啥时候欠你酒钱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农村就这样的，因为很多借东西啊啥的，他也没个欠条，也没个录音录像的，就嘴那么一说，人家就说你欠了他酒钱，就他俩一起进货去，你给我带东西带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整不明白了。然后这个喜哥不干，两人就吵架，然后张振义呢抬手给了他一嘴巴子，他要还手别人也给拉开了，就这么就得了。但是吧，这是啥，这是他人生第一个仇恨。以前他爹打他那些不算，张振义是第一个打他的，真正打他的人，这是最大的一个仇啊，就第一个仇恨他一直记下来。你要知道1991年到后来2012年，这都过去21年了，这个仇恨他一直是没有放下的，暂时先这样了。然后一直到了2000年，中间那9年没挨过揍。2000年的时候，他们村里的那个村支书名字叫杨满，哎，这小子比那个比喜哥是大12岁的呢。这个杨满吧，跟他两家是有点亲戚的，是远房亲戚，所以说呢，他总是跑他家这小卖店去溜达去。然后这个喜哥经常在外面打工啊，进货啥，他不在家，所以说吧，这杨满总过去，很多村民就背后传出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说跟那个喜哥他老婆啊有点问题。喜哥还没等着那啥呢发飙呢，结果杨满的老婆兴师动众的跑他家去了，就开始掐架动手了。结果吧，这个喜哥的夫人好像是吃了点亏，回来一说，然后喜哥就大怒，他揣了一把尖刀，自己一个人跑去那个找杨满去。到那之后发现人特别多，你看人村支书是不是啊，家里头那个亲戚也多呀，是那个办事的人也多，一大堆人在那块儿，这么就打起来了。打起来吧，我跟你说，喜哥是让人揍得满脸是血，哎，一顿狠揍。但是呢，他给了对方一刀，给了杨满一刀。这个是咋的？后来在法庭上，他还说，哎，说我也没看着谁谁，好像有一个认识不认识的，我顺手就划了一下，我不知道那个咋没咋了。他就是往出撇自己的责任。实际上他肯定是给人捅了，他给了一刀，可是你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吧，又没监控又没啥的，警察去之后就开始就调查。当时现场有一个人叫杨葛林，哎，他就作证说他就因为他在那块拉架，他亲眼看见是这谁，喜哥拿刀给了那个杨满一下子。由于他的作证导致呢，喜哥被判刑10个月。2000年打的仗是2003年4月22号开始服刑，这中间我们看得出来，也差不多3年时间哈，纠缠的问题挺多，3年之后才判刑。可是呢，10月13号他就出来了，也就是说他实打实早的坐牢连半年都不到，不到6个月。虽然是给他判了这个10个月的哈，是他这个啥，就是判那个拘役。但这怎么的，他坐牢你别看半年时间，就这个期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，你看着没有。所以说他出来之后吧，也没有家啥的，他就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，就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全给变卖了。然后他是离开本村，他只是在，他没离开平谷区，还在这个区又找了一个别的地方就继续干活去，给人拉饲料，可能用那个变卖家产的钱呢，买个饲料车什么的，租个房子之类的，就使劲干活。我跟你说，这老兄干活是特别卖力气的，是一把好手。怎么的？2年之后，他就买了一套31厅的大房子，纯就靠那个出力气啊，人就能买起大房子的。然后呢，2006年
就一年之后，他就认识了一个离婚的女人，这女的名字叫薛静，可能叫薛静吧，应该是化名啊，就化名吧。那女的比他大一岁，嗯，怎么的呢？薛静吧，她是因为前夫有外遇，所以说她平生她最痛恨那些不正经的男人，别的都可以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好多人都是这样的。他自己被什么伤害过，他就最恨这个，别的都可以，唯独这个不能。他在找那个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要求就这个人如果看着他就不像一个好人，就可能会有外遇的话，是绝对不行的。然后他一瞅喜哥，首先就来劲儿，咱再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再给大家看看，你说就喜哥这样的，哎，他想有外遇，他能吗？是不是这身高这体型这外形在这放着，想有外遇不可能啊。所以说这薛静吧一眼就看中了，说这个身我很满意，他绝对不会有外遇，对不对？而且人喜哥有一套房子啊，对吧？经济实力也可以，干活也行。所以说小薛那就特别的那个啥，觉得特别好，立马就答应他了。答应归答应，两个人没有去民政局领结婚证，举行了婚礼，在农村就这样，是不是啊？然后那个什么婚车啥都准备了，然后请大家吃席，所有见证人在农村认的是这个仪式，并不是认结婚证啊。两个人就算这么结的婚，但在法律上其实是不承认的。结果呢，就两个人结婚之后没多长时间，薛静他就发现喜哥虽然是不搞外遇，但是他有其他问题啊。这完就这样的，所以说这女人有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只看到这一个事情，是吧？喜哥怎么的，他对钱这方面特别的关注，因为他你想想，他都是自己辛苦努力赚的钱买的房子，包括两个人以后他跟这女的在一起就结婚生活，他是赚钱的主力，是吧？而且你们要知道，这二婚的就是这样，都是揣心眼。喜哥最看重的就是钱，家里头的钱一分一毛必须算得明明白白，啊！你说你出去买大米去了，你买了多少大米？买了是五斤还是六斤？给我记上账。油、买肉、买所有东西，每一笔必须记账，然后我会算，差一分都不行。如果这钱对不上，轻则一顿骂，重则就是胖揍，就开始打。所以说这个啥，时间一长。那谁这个薛静啊，他就受不了了，他就说想离婚，其实就是分手，说咱俩别一起过了，反正正好没领结婚证，对不对？咱就分手。然后喜哥不干，喜哥提出了两个那啥，两个威胁啊，如果你跟我分手，我就杀你的侄女啊，然后我再炸死你的弟弟。这天他老婆不是老婆，就是薛静后来跟记者说的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侄女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这炸死他弟弟的话，这可以理解。一般对于侄女来讲，你杀就杀去呗，是不是哈？不知道，他就这两个，我就干掉这两个。所以说，给这徐静整的吧，也挺那个啥，挺闹心。就这么一直拖到了2009年的一天，徐静呢趁其不备，你不可能天天看着我呀。哪天你出去干活的啥的，人家就把所有东西收拾收拾，直接溜干了，跑了，然后就开始官宣分手。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我不跟你一起过了，反正没领结婚证。然后怎么的，这薛静他就在一个市场里面开了一个摊儿卖麻辣烫。结果呢，喜哥是杀奔而至啊，人家来咋的，吃麻辣烫啊，你不卖我，我就往那坐，我就吃啊，对不对？你让帮我吃，你不让我吃，我就跟你闹，凭啥你不让我吃？你以为像前两天那个店儿似的呢，是吧？千里香馄饨似的，你不让我吃就不吃啊，不让说做我给你粥的，对不对啊？没办法，那就让他吃。吃完了，吃着吃着，你就开始作。哎，你这怎么回事？你这是有问题呀、啊？哎，你这有瓜子皮子，你这有个头发丝儿。他就找茬，就在那块闹腾。啊，真把人那个桌子粥啊，真掀桌子砸东西啊，找一个茬然后就作。哎，意思你那个不跟我在一起，我就闹得你让你这个买卖干不下去。完了还找他住的地方，还要去作去。这样的话，2010年的一天，这个薛静啊给他弟弟打电话求救，说弟弟你快得过来吧，
那谁呀，大媳妇呀，过来就杀我，他拿刀过来就杀人。这弟弟一看那不行啊，赶紧就喊上了的表弟，对吧？弟弟带着表弟两个人，火速的就奔了过来。一看，当时警察也来了，然后吧，没有刀，可能说这个他姐姐徐静有点那放大其词了，没有刀，于是他俩就放心了。你没带刀是不是啊？俩人上去给那个当着警察面给揍的，知道吧？把喜哥给揍了，揍也这么地了，也弄拉倒了，也没打，没打的特别狠，但是打的挺丢人。OK，咱们前面说了，就这几次挨打，对吧？第一次是张振义开小卖店，因为200块钱希尔顿那个烟钱，黑了他，那是200，给了一嘴巴子。第二次是那谁，那个村支书杨满去人家一堆人给他揍了，他给人一刀。第三次就这个，他闹腾那个薛静去，让弟弟给那个当众打了一顿，俩儿子两个人一起揍他。就这三次。啊，这就是他所有的仇恨，就是他心中挥之不去的仇恨呢。他这人是特别记仇的，把所有仇都不忘。然后这不2010年打的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挺了2年，就这之后吧，他就不闹腾那个学经了，分手就分手了吧。然后他自己过，就2年后，2012年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过得没啥意思了。你想想，那就自己一个人。找老婆又找不着，这把年纪了，他吧，他，1966年出生，这时候他46岁，所以找不着女人，然后慢慢年纪大，干活可能也干不动了，对不对？没啥事，喝点酒就开始回味人生，想把悲伤留给自己，心寻思去吧，我凭什么留给自己啊？我为什么要把悲伤留给自己？那些给我带来悲伤、带来仇恨的人，我要把他们通通都干死。就是啊，我自己过得这么惨，就你们搞的。你比如说，那谁，就那个薛静的弟弟，他弟弟叫什么？叫薛振和，真名叫薛振和啊。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仇人。哎，因为你闹腾，让我跟薛静分手了。他认为吧，就是他跟薛静在一起的时候，这薛振和总上他家闹腾去，他那个弟弟总撺掇他姐姐，不跟这小子过。其实我觉得这块儿吧，这小子他确实有点伤。你说这个弟弟哪有管姐姐那破事儿的？一定是他姐姐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吧，咱说别人，你比如说像那个江哥那个事儿，是吧？人家刘鑫和那个陈世峰两个人感情纠纷，江哥去参与去，这是不合适的，最终他那啥了，他被人给咔嚓掉了，是吧？但是作为自己姐姐的问题，弟弟管一管是没毛病的。你说你总欺负我姐，那我去给我姐姐那啥成交去，有啥毛病吗？你是亲人呢，你作为外人是不适合参与人家的，对吧？没太大毛病，但他认为薛静离开他，就是薛振和在那搅和的，在法庭上他都说啊，那个什么那个薛静，我对他多好啊，如何如何的，他也不愿意跟我分开，就他弟弟在那搅和。然后还有那个表弟，那个表弟姓魏。就是那个高太尉的那个尉，啊，姓魏啊，那叫应该叫玉，是不是哈？啊，管他叫啥呢？反正就表弟吧。这两个是他头号的仇人，然后现在觉得自己后面再往下活也活不明白了，这辈子也就没啥意思了。与其这么苟活，啊，看着那帮仇人每天过的生活乐无边，干脆呀，把你们全干掉。他就这么想。8月份中旬的时候，他就列出了死亡名单，所有的仇人拢到一起，一共6个：刘满、张振义、杨格林，就是给作证那个。他当年拉架，然后他跟警方作证说捅人那个，没打他那也不行啊，还自己坐牢了，是吧？杨格林、薛振和，还有魏表弟，另外还有个姓李的小子。这个姓李的吧，是没打他，怎么的呢？因为钱的事儿。就是在90年代的，时候，具体哪年忘了。就是，喜哥跟小李子他俩一起做买卖，完了小李子借了他1万多块钱，后来说没借不承认，就赖账了，导致吧他也没借条，也没有录音录像的，那时候也没转账，所以说他说我去打官司去，法院也不支持，这钱就瞎了，他就赖了我1万块钱。
完，那小子死活就不承认的，是没有这事儿。这个也是列为他的仇人，他总共是列了6个仇人，就想把他们都给干掉。然后呢，就先去踩点去，他得先去这些人家的附近确认的，别人家上广州打工去了，那不白玩吗？是吧？哎，这些人还都在，没有离开村子的。哎，他觉得就是可以，他8月15号去踩点的，然后8月17号早晨7点出发，准备妥当之后，骑个摩托车，嘉陵什么那个一个摩托，他准备了3把刀，磨得风快。在那个法庭上问他说："你为什么准备3把？"他说："那不行啊，万一这个刀折了呢？"他知道自己用力够猛，啪一下那刀片折了，晚上不行啊，准备3把的，全揣到身上。然后他就啥？第一个目标就是薛正和，就是他那个女朋友吧，这弟弟，必须先干掉他。地点是在独乐河镇北独乐河村，哎，就这么地儿。到了之后呢，他把摩托车停好，他从厕所爬上去，跳进院子里面了，因为有大门。进院子一跳，一下就冲进屋里。这屋里头，那啥，薛振和不在，只有2个人，2个女孩，一个是薛振和他19岁的女儿，哎，刚考上大学，刚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。你看8月17号嘛，对不对？刚拿着。那咱们来讲的话，这个还挺啥的，可能考这个学校还不错。8月17号、15号、19号就拿出来的，学校还挺好。另一个是这女孩的同学，在他家这放暑假，高考完了结束了，在他家住呢，在他家玩，你倒霉吗？进屋一问说："你爹呢？"他说："不在啊。"你找他干啥呀？年子，他问了几句之后，这女的就发现喜哥不太对劲儿，好像是啥火气挺大，平时也知道这事儿。他女儿，你说能不知道吗？也认识他，说："那你赶紧走吧，啊，不在家，然后干啥不知道，开门，送客，就这意思，给你赶走。"那你想想，喜哥大怒，就赶我走。他在法庭交代，我连想都没想，抽出刀上去，咔咔就开捅啊！他说原本吧，他没想杀。你说我再问2遍就能问出来，他的目标就是杀死薛正和。你不在家，我问你去哪儿去了？去哪儿去？我上那找去，或者随后我再来。结果没说这女的要送客，给他整急了，就是掏刀就把这女杀了。然后那个同学一看，开门就跑。没想到喜子就追出去了，女的肯定没有他跑得快呀，跑了就是几十米就被逮住了，也是乱刀杀死。两个人就这么杀的，薛正和就是跑了，没让他那啥整着，让他女儿就挡了这一刀了，要不然吧就他，反正就这小子，如果要是说他不杀这个女儿的话，他可能今天就不作案了，他得换一天，那么情况可能就全会发生变化的。对不对？结果这么一整的话，他就不能杀薛正和了。怎么的？赶紧骑着摩托车杀别人去。说这小子不杀就不杀吧，先把那些全干掉。他骑摩托车火速的去了他的老家，就是大玉子村，直奔刘满的家，前村支书。哎，这个是放在第二位的。到了之后吧，他家一进去，刘满不在家。完了呢，刘满他家门口有一大堆人在那块打牌呢。这时候他就在那块徘徊，哎呀，你这刘满也不在家，你说真正的仇人都不在家，这不白整了吗？而且他已经开杀了，他停不下来了，对吧？正在那转悠了一会儿，突然看见刘满回来了。哎，刘满比他大呀，比他大12岁，这时候已经58岁了，领着自己9岁的小孙子啪啪的回来了。哎呦天哪，喜哥大喜呀，啊，赶紧掏出刀子啊就冲过去啊。这刘满一瞅马上就明白了，然后他赶紧说了一句话，就让他小孙子你快跑。话音刚落呀，这个喜哥已经到了跟前了，而且刀对着他啊一刀。咱也不知道这个满哥他年轻时候到底干啥的，不愧人当过村支书啊，
我跟你说，就在这种情况下，空手夺白刃，你看他刀过来，咔一伸，刚给抓住了，抓住手人不是抓住刀刃，啊，那刀也是扎他身体一下，但扎的不严重。这时候，就咔一抓住你手，哎，你扎不进来，你就扎不进来，我俩手你一个手，这么喜哥这刀，盯着，哼哼。再说喜哥微微笑，小子，我早料到。你会空手夺白刃，你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唰的一下，左手又抽出一把刀来。哎，你这俩手抓的右手刀吧，你又抽出一刀来，咣嚓就一下子干进去了。这一下子，猛哥哇就没顶住，原来他两把刀啊！中了刀之后，他转身就开跑。那这时候啊，我跟你说，喜哥双手。双刀紧握，日日往前，啊，就风一样的追，追上了，追上之后对着他后背连扎四刀，哎，完了之后逮住了，在心脏这块咵嚓又一刀，总共是给他干了七刀的，心脏这刀捅着就捅死了，死了之后，他这一捅啊，他都没拔刀，在法庭的交代是咋的？是怕他不死，捅了之后刀都不拔，一直留着。旁边那个9岁的小孩都吓呆了，打电话，他没伤，他不知道。后来在法庭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不知道他是那啥呀，刘满的孙子呀。要知道的话，怎么一起干掉？能留着你？他不知道。所以说他一看小孩，也不知道，他又放回去了。那是为什么他不再补刀？他来不及，因为那块村民有很多人，对不对？他把刀留在身上，一瞅，那帮村民都在这看着呢，因为他有刀也不敢近身。然后这喜哥赶紧就骑摩托车走了，他要杀谁呀？杀那个张振义去。哎，就是他之前那个竞争对手啊，就那小子。很快就到了他家呀，这个张哥现在还开小卖店呢。你看看现在没有了竞争对手，人家生意是不错的。现在人张哥是怎么了？人。此时此刻，他正在就是后屋一个躺椅在那能躺着，在那啊听着小曲儿啊，在那块悠哉的。这时候人家生意，你看没有竞争对手了，对不对？这两年钱也赚着了，在那美着呢。这个喜哥进他那个小卖店的时候，同时也跟过去一个顾客，他瞅了眼那顾客没搭理他，然后他直接就奔了那个后屋去。一进去没说，那谁张振义都没看见他，闭着眼还在那悠哉。他跟他喊一下，张正义，喊了这一声，那小子瞪眼，他过去咔就一刀。这张正义中了一刀之后，起身一滑了，撒腿开跑。可你想想，那在屋里能跑多远呢？是吧？喜哥过几把就给他抓了，对着他又连磕了6刀。张正义和杨满两个人都是身中7刀死的。这么捅6刀吗？第6刀捅完的时候。他家那老头就张振义他爹，老头子已经84岁过了，就拦着他，没有用，这个岁数太大了。这个喜子回头一把就给老头，哗嚓一刀就弄死。完事之后嘛，张振义他老婆也冲过来了，哎呀，他老婆26岁，但这个必须得说啊，挺厉害的。张振义比那个杨瑞喜还大3岁。他当年多大岁数？49，可是他的老婆才26，你就足以见得人这些年小卖店生意干的是不错的，人财力肯定是跟得上，要不然你说在农村你能有，那比人家大23岁呀，是不是？二十六岁的老婆冲了过来之后呢，那可能更没有用了。这个杨瑞喜抓住他，啪嚓一刀，直接干死。他老头和这女的都是一刀弄死的。完事之后冲出小卖店，其实那时候他身上都不少血了，他脸都是血，崩的。他骑着摩托车赶紧就去找那谁杨葛林，哎，拉架那小子。过去一找，发现错了，人家不在这儿住了，以前是在这儿住，现在已经搬家了。说搬哪儿去了？搬那头去了，还在这村呢，是换了那个房子。哎呀，找错了吗？他就跑到那家去了。可是他到了杨葛林汤家院子外面的时候，刚要进去就发现
来了一个陌生的女的，这个女的提前她一步去进了杨桂林的家，然后喜欢就开始啥、啊、就犹豫了，他说我要进去的话我要开杀，那么这个女的肯定也得杀，然后他不想伤及无辜，就那也说说之前那个女儿那啥，那不他女儿吗？女儿那算无辜的吗？你说那玩意儿说的，在法律上来讲女儿算无辜的，对不对？说这个一个人有罪啊，不能判他的儿女他亲人啥的，在人情来讲女儿不算无辜的。他那个女儿同学为什么杀呢？是因为他跑了，他要去报警去，所以说他把他给杀的。但这个女的他就没杀，他如果说我要进院子了进他家，我就得这个 女的也杀，于是他就放过了，连杨格林也没杀。就这女的其实是老杨的那个啥呀，大恩人呐、啊。我觉得事后他应该给人甩个几千块钱，再安排人家大庆一下，否则的话杨格林那天就嗝了，是吧？他没杀这个。完事之后吧，他就骑摩托车跑，他好像是想去找姓李那个，没说。在大约11:30的时候，他在这个昌津路，这个什么峪口的一个路口，在这块儿一个地方，被那个警察当场给抓住了。因为这连续杀人之后也报警了，然后警察呢也确认了是他，就在很多路口都开始布控了。他开到这不昌津路这块的时候，就被警察给看见了，一瞅的就是，因为脸上当时都是血，身上都血，一看就他，就给他抓住了。然后吧，2013年啊，4月22号，北京市第二中院开庭审理，是吧？12年做的案，到13年才开庭。在法庭上，公诉人就问他说：“你杀了这么多人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他说：“没什么想法啊，我觉得不公平，我就找一个平衡，我现在平衡了。”他用北京话说的，我学不上来，但态度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公诉人就问他说：“你对这几个人都恨吗？”他说：“那对呀，我恨之入骨啊，我都想杀，我来一个宰一个。”这是原话啊，来一个宰一个，他们把我欺负的没有活路了，我要下地狱就要拽一帮人一块下地狱，原话这么说的。在法庭上经常就这样，他不是这么整，是身子往后仰，那没办法，他也挺胖，给大家看那图片，这个他样，他也是挺胖，就胖啊，就这么说，其实就是用鼻子的鼻孔对着你，就这么说。啊，就来一个我就宰一个，我带他们一块下地狱。在他这块是没有任何那种就是什么就是后悔啊内疚啊，你说无辜，他是没有无辜的人。这里头其实跟他直接有仇恨的就谁呀、啊、就那个张振义还有那个杨满，这是他那个死亡名单里的，其他那四个根本就是没有，不在名单之内。但在他那块他认为不是啥无辜不无辜的，你这个薛是吧，那薛正和是你跑了，但你女儿那是正常的，因为她你女儿，对不对？你傻乎乎的。还有她那同学，那没办法，我为了自己的安全，我他说啥？如果我不杀那女的，她出去报警去，我就来不及办别的事儿了，是吧？后面好几个仇人没杀呢，所以说把那个他也不认为那是无辜，相反他觉得像那谁刘满那个小孙子9岁的，哎呀，不知道，要知道把他也干掉，你这怎么能留着他呢？这样他没有任何那种歉意。那个法庭上就旁听席上那些受害人家属有老太太站起就骂他啊，你杀了我儿子，就是谁张振义他老妈站起来骂，你杀了我儿子你还命，这谁这喜子一看老太太就瞪眼睛瞅着你怒视，别人还有一个男的一看他这一出那气的站着骂他，对吧？讲话了，这是没办法再拦的，要不然出去我就干你去，谁跟你道歉呢？我跟你讲，在法庭就这样了，就很多人吧，他那个是流泪呀、啊、忏悔呀、啊、赔礼道歉，是因为怎么的？他想借此来能减轻惩罚，对吧？咱们法律有规定，说这个悔罪、认罪悔罪是属于那个减轻的因素之一。但他杀了6个人，你再后悔、再那个道歉去，都是无济于事的，都不可能给他那个啥改变死刑的判决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时候他就都是这样的，一点他没破口大骂都不做了，
是吧？就这样，在那块儿就属于叫嚣吧，就是那个，用目光紧紧的盯着别人挑衅，然后呢，2013年9月份，北京第二中院判处他死刑，15年12月3号，他被执行的死刑，13年7月份判的，15年12月才执行。他是12年8月份做的啊，就是说他从作案到他那个执行死刑是用了3年4个月的时间。就这是咱们国家这个死刑现在是比较慎重的，看着没有？然后呢，说他这个是有精神病，家族有精神病史，他哥哥是有精神病的，他也承认，他说他哥有精神病。完说那也他也没杀人呢，不知道啥意思，他不承认自己是有病的，也给他鉴定了。就是他在这个作案的时候是有刑事责任能力，跟精神病没有关系。他也不想认自己精神病，不想整那没用的啊！我跟你讲，有人确实也分析说他什么什么反社会人格这那的，我特别就是不愿意听这种话，什么什么人格就干出来了，哪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啊？因为这小子他在法庭上其实说的都是很清楚的，就现在自己一把年纪了，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活不下去了。没啥意思，那么之前但凡得罪自己的人都要干死，他绝对就是活着没意思。我跟你们说吧，就是这个自裁的人呢，或者是说这种那个什么危害公共安全，就是无差别杀人那种，他都啥失去了希望，他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，然后就觉得已经这么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然后就把跟自己有仇的都干死，那。更损的是啥？是那些无辜的人，就是乱杀一气的，那才是更损的。至少在他的这个思维里面，他不认为那四个人是无辜的，他不认为啊，他认为那些都是应该杀的，必须得杀的。真正像那个陌生那个女的，跟他一点关系没有的，他都没杀。我觉得这点还行，是不是啊？要不然都到那地步了，冲进去之后吧，把那个杨格林。仇人给干掉，其实他对杨格林呢，好像也没那么大的恨，没那么大恨。他毕竟知道这个，你肯定就是捅人了嘛，人家说的就是实话，对不对？你就是捅人了，作证怎么了？是吧？他就如果要是仇恨很大，比如说像是那谁似的刘满，或者像那薛振和，那你陌生女的也不能放过呀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为了不杀那个陌生的人，把杨格林也放过了。他还是比较清醒一点，他不是存那种就丧心病狂，就是完全无差别杀人。咱们在这里也说，这女人就是，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人老实，他不搞外遇就是好的，他还有别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。他之前吃过什么亏？在婚姻上吃一个大亏之后，他对这个问题就是最痛恨的。比如说挨家暴的，如果离婚之后，他最痛恨的就是家暴的。不能打我的，哎，他们忘了是不家暴，然后人家有外遇呢，是吧？看人不能片面了，咱们这么说，但凡这个离婚的都是有点问题的，你不能瞅他表象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他俩在一起之后，两个人都是各揣心眼儿。说真的，那女的一点心眼儿没有吗？你说他要真的很想好好的跟这个喜子他俩一起过生活，喜子至于给他算账算的弄明白吗？这个问题吧，你问他，他肯定会把责任都推到喜子身上。就喜子怎么不讲理？我买米买面买油，一分钱都得给我记账，就会说对方一无是处，啥也不是。其实你自己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吗？结仇的时候没想会被带走，对，当时在法庭上公诉人家说，就是说这都。20年了，然后你还这么恨吗？关键当时打的也不太狠，就是当时给了一巴掌。他说那不一样啊，那可不同啊！你说在外面要跟人打一架也那么地了，不20年我可能不记得，但这是本村的。我挨打了之后，我面子丢了，怎么混呢？其实就跟胡文海特别像，胡文海为什么要杀那些人，就是因为他挨打了。他平时在村里都很蛮横。很霸道，谁也不敢整他。但是呢，后来被那俩兄弟拿铁锹给他劈了。
啊，挨了一顿狠揍，他丢了面子。特别是农村，大家都熟头熟脸的，你这挨了一次打之后，别人看你眼神都变了，他咽不下这口气。他说的就这概念。关注微信公众号"江湖李白"，这里的东西贼好看。